今天给老公上一课。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这娘们儿一肚子坏水，太好，我看见了。哪个是呢？就这个，我先给你调个包。这大鸡腿也是我的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还有一个，还想整我？今天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一口都不给你留。嗯，就这么两块，我还没吃饱呢，这份量不够啊，这样就完美了。再调整一下。哎，吃饭了，你跑啥呀？啊，媳妇，我看你没在，我不是没敢吃吗？啊，吃吧。你要疯啊！你天天吃饭抢，我这不还给你留两个呢吗，媳妇？你离挨揍就差那么一丢丢。你吓唬谁呀，媳妇？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再给你留一个，我希望离挨揍再近点。哎呦我天，你可真不要脸，有一个总比没有强。你这口小子没咬到啊，有人。这又整的啥，赶紧吃得了。这个可不能让你发现了，你既然想吃，那我就让你吃个够。来，把我这也给你，正好我喝酸奶就喝饱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还好我藏了鸡腿，看样子我得引你上套了。你别笑，让你贪吃。你又整我。跟我有啥关系呀、啊、这回你该没有防备之心了吧。耶，这是嘛呀？你肯定想不到我这里还有藏货。我先忍着，让你看看谁笑到后面。呀，媳妇儿，你咋还整个破骨头藏起来了呢？我寻思你在这当啥宝贝呢？这是，你咋能拿骨头当宝贝？从今以后，